1:144的夜鹰之前速组喷涂和大家一起制作完了，这一次挑战升级，做一个1:100的夜鹰，老东西了，盒子嘛大家就将就看吧。模型素质很一般，拉胯的可动，一碰就坏的可动手，不举的肩炮，纯纯万代黑历史了啊！但是这大面积的留白确实给后续制作留下了很大空间。好吧，我再挖一坑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填完。嘿嘿，记得关注我哟，拜拜。